坏了，我一直关注技巧，却忘了体能。话本上说侍寝最考验体能了，我可千万不能输给皇后呀。不知皇后最近都练了些什么呀？你可否也教教我？属下义不容辞。您就不能找一个适合陛下一点的运动吗？那种轻松一点、活泼一点的。 温度刚好，那个……哦，对，温度刚好。哎呦！